属的大家早安。请看看早安。新的那个设备，今天有得到邀请的哈，邀请的会议会议要到中秋节哈，中秋来杭州嘛哈，来的桂林哈，来当地一点，所以几年前你的早哈，时间好紧，虽然讲光阴如梭，但是光如寄。非常的一年来在当中，非常一年之中哈，离阮内底，阮内底，等于三，阮内底就是我一个阿叔，三阿叔，我一个二叔，我一个堂弟，都等于三，到今九月，九月已经等于三。你甲看啦，像安尼咧等吼，一个内面嘛是两个等，人生来讲起来，那是生活做无少啦吼，时间不够。但是伊个生死，那伊人生来讲起来，这是一个常理，有生有死，有死有生，这是一个定律，这方面是很可怕。伊是本来就无好歹物件嘛吼，人讲个时阵啊，这个东西金丝绒。那个万年不死丹啦吼，但是那个万年不死丹刚练成型，那练成型真是有练死的。哦，他一两千年啊，哦，上面一两千年他有死，一千万年啊他有死，练不死嘛，万年不死丹练的吼。所以你这个世间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假物，来假断这个世间。就参照我们出去观光。出去旅游，安尼来看外清楚。时间到，咱来坐坐来坐坐，欢欢欢欢的。机票客的，火车客的，都飞机坐坐等。安尼吼，但是因为咱已经有出去到国外，安尼对，有到国外，咱嘛摕着护照哦，咱嘛摕着签证哦，咱嘛有是人的机票哦。但是安尼你有出国来做一个所在？出国来到这个世俗、凡俗的世间，这不能签证来呢。那无去签证，你袂当来到这个世间呢？当然呢，你讲这个世间有两种，一种是强迫你来，第二种是你甘愿来。强迫你来就是哪？因为你完全不来就使。所以咱叫做哪？来到这个世间叫做因果。有因有果，有果一定要有因，这个因果的物件。你有因则因，你一世人要来到这个世界，消失的了，成就的话，你无来就使。咁是安尼，有一种就是我甘愿要来，我想要要来。你想咧想咧想着你，因为走的当中，一直在讲，讲我伫这个世界的原来的了。我等各位来，迄来呢，一定来，伊会得来，迄叫做伊想欢要来。不能你是想欢要来也好，你甘愿要来也好，你是准备来也好，既然拢来啊，来到要倒转去，来嘛来倒转去呢。不能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实在是做不想要来，但是什么人爱来到这个世间？唔过恁来就无想要倒转去呢，恁感觉无？恁唔感觉啊？无恁今日生出来囡仔较满者，有好无？迄个囡仔生出来用笑出来，生出来用笑出来，就代表足欢喜呢。伊来讲这个世界足欢喜呢。但是我甲听听咧吼，因为我是要生囝嘛，我是听一部分讲讲，迄囡仔生出来用好出来啦吼，就是安尼嘛。这个人进步，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来就是苦，我就是开始要吃苦，所以我就到这个世间。但是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了，你习惯啦，你来到这个世间有感情啊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阿叔，这是我的什么人，习惯了对不对？习惯有感情了，你就想要回到那里啊，
无你倒转去后，你就惊死啊！当时安尼，我讲要惊死。啊，本来有来，倒转去是着着你，你是惊，是怎惊死？因为你回咧前北，迄个前北个路，我就开始跟你接掉，接掉掉。哦，你接掉，接掉，你无想要倒转去，接你无想要行。所以咱人，人开始有咧破病啦，辛苦命也袂好势。会惊未？会烦恼未？会惊会烦恼。所以我想讲一句话讲，咱人，咱不是叫怕病死的，咱人是拢叫惊死的。听到辛苦病的，把你惊死。但是你嘛知影，一定会来，一定会倒转来，是无欢喜来苦，但是要倒转会欢喜，那对。唔过要倒转来无欢喜呢，是无原因。所以咱人甲众，咱人。甲佛、甲菩萨，吼，甲佛、甲菩萨，甲天子阿弥陀，伊拢叫做念佛。伊是爱去等，咱是不爱等。所以我们咱的这里，当然比如讲，咱这个厝，明天就是亡死，明天就是把死公叫做公叫做香啊，哦，公叫做气啊，哦，气嘛，哦，气出气的时候，这个内底当中有咧办丧事，无好事。唔过呢，因为咱个人等于讲，我们回去咱遐，你袂无，你袂无。但是咱人若若等于在这个回去，流失，流失袂无，流失袂。即个流失袂，因为流失是咧办生死，因为流失咧办解脱贪欲，叫情苦嘛。啊来就苦啊，啊变成应该就爱情苦嘛对。但是呢，啊情苦是好代志啊。唔过咱人啊，情苦嘛当作歹代志。阿弥陀佛，当作好代志，所以变成颠倒，安尼听无，变成颠倒。啊，所以你这颠倒内底当中，就是讲，咱人我要去台北，但是我已经颠倒啊，我努力啊，杀去高雄去，我可能去高雄去。我本来要去台北倒转，但是我路方向杀唔到，甲杀去高雄去。安尼我要去到台北。会跑袂快，但是咱那西那西个西路那西跑，但是你目睭是三点钟就到，不少三点钟就到，对不对？唔过你方向嘛，三唔对的，三唔对的，你就做啥？迄个较早迄老人告诉我，你是咪练内面？练内面你听无？练内面来，现在变讲叫做轮回面啊，轮回啦，就是那轮回你说一定要方向都三唔对的啊，你方向都三唔对的，一定爱轮回。但是咱这世间，而且咧轮回，就是而且颠倒，安尼。唔过咱来学道，咱就是要学一个无颠倒，咱要学一个无颠倒，咱要学着一个正确的路，咱要学一个互咱长无烦的路。所以人做佛的，咱人做佛，听人讲叫做哪？未见修福不修道，只缘修福便是道，布施供养。方便边，心中三福愿来做，你将修福欲念罪，后世的福阿边过来你讲最还债。这句话是很难讲，你人甲等，咱这就是迷人嘛。啥迷人？就是无了解叫做迷，见到不知叫做迷，对不对？当然说蒙迷迷迷糊糊。啊，懵懵懂懂这个迷，啊，你迷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一年天啊，修好不修得？哦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这是我梦里的事，我梦里的。哦，我梦里的，你那有世间的对你说的，哦，一年一把修好，动这些修得，慢慢做你高兴，都是不多。世人生死时代，世人生死时代，我听好。命定将阴之命福气咯，你大部分要求福报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咯，自心就袂好好过啊。即个做一定来讲啊，信任来讲啊，足够。唔过咱阿弥陀听，阿弥陀听，拢把修福当作什么事？拢把修福当作什么？连咱内心世界都无改变，拢是咱清楚、达处、行处。争取、博取、领取、取得，拢是不在当中。世间人是讲不在当中嘛，我觉得坏。
啊，咱无多在讲，咱人所在看一句讲，没有人性哦。世界的人拢是只精明精理，啊，精福精明精理，啊，精福甲精明，福利嘛，福利福利嘛，福就带利，利就带福嘛。啊，因为这就是个精嘛，这个争取嘛。啊，虽然讲你精，你有足济钱，你会当用着足济物件，我叫做物质。啊，物质叫做世界物。啊，你用着世界的这个物质去布施，干啥呢？这叫做虚空啊。但是咱内底内心这个世界，随时你表象会当去做做一个修仙道的，唔过你内心世界无改变，贪嗔痴无改变。我来请问恁各位，那未贪的人啊，未贪的人也手好看啊。贪少贪少哦，未贪的人也手好看啊。未贪到，如果反正那么如果都可以啦，我都未买一斤水果出来，那未贪的人，未发脾气啊，也手好看啊，未发脾气啊，这世人我未发脾气，唔是你脾气，那是我未发脾气，你也手好看啊。痴不痴，恁人叫你行什么，你行不落去。因为咱懵懵懂懂，伫咧放荡，你一生咧是无好。咱即个是三贪嗔痴，心中三恶缘来做，迄个心中的内底，咱都做无哩改变着。啊，咱是怎样啊？咱真正要去改变内心世界，啊，人要修改，咱就是到这个所在。免得你发到去，我再来讲，唔是要改变咱内心世界，唔是要改变。解脱到了那里面的这个所在，你这庙是妄庙，嘛当妄庙，这妄庙是哪样呢？这两个人本身，诶，妄，那个庙做法跟那妈祖，跟做法跟这样摆的嘛，你唔免得这样。所以你你希望都不是表象，不是表象来对啊，是内心世界的真正的见解才对。不过伊那抓得很多。伊讲愚罪，愚咱少着想要灭罪，咱修甲修福当作是会当灭除咱内心的三恶道。唔爱听讲，后世听好，后世你再做啥物事？你后世我做有福报，但是你做阿个伫个三恶道阿个，我请问，你只狗有福报无？你狗有无变人较福报哦？有迄个人比咱人较好，只要你外省市着吼，拢爱洗三分半吼，心搁做恁去吼，甚至只外省人去咧表演，人家爱食迄个狗仔饭店吼，狗仔里向有迄个外省叫的，伊是本来好老，拢爱做迄个外省叫的吼，迄个狗有好命无？人讲好狗命，真正好狗命好命的，但是伊个狗，伊有福报。后世得福，但是伊有狗的罪，狗的罪过，伊咪去做狗，迄只猪也好无。迄猪仔虽然用刣哦，迄人若饲着咧宠物哦，宠物咧饲着咧饲猪啊，猪啊，伊惊死来吃，迄大家就多甲细心。嗯。迄发着外口水咧，啊，你来吃牛奶嘛吃哦，啊，全脏。迄猪仔怎个吃牛奶呢？啊，含迄个啥？含迄个做人做咧困。你只猪仔连你面前都有味袂？但是人你只猪仔世界拢总无味哦。人迄猪仔甲主人食、主人用、甲主人生活、主人人伊到底介一条车出啊？有好命哦，伊有好命，但是当然有好命，伊有歹命。唔过伊在做猪，你袂无？猪仔辛苦。咱人有好命无？有啊。咱人有歹命无？有迄个歹命，每一项动物拢有好命甲歹命，但是这个好命甲歹命来到这个世界，拢总是倒来底，是分做人，恁人嘛是倒来底哦，恁人嘛是出生倒来底哦，就是有卵生，肉卵生，肉胎生，肉死生，肉化生，即肉蛋嘛，肉死蛋，肉有相，肉无相，肉有相，肉无相，叫做。色界嘛，肉无相，无相即无色界嘛。这三界众生的内底当中，迄种简单叫做即，干呢？离这胎乱色化到畜生道内底当中，你哪嘛是从畜生道内底呢？他
海嘛，咱若面唔那生出来，可能巴肚生出来嘛，叫做胎生嘛。啊，咱既然咱人是本来是一种的畜生畜生啦，是因为咱人人变做讲我是人，伊是畜生安尼尔。啊，那迄个鸡啊，讲啊，我是鸡啊，你是畜生，安尼怎解释？伊迄鸡啊，讲我是鸡啊，啊你是畜生。啊，伊迄鸡啊，本身就咱讲我是人，啊伊是畜生。嘛是同个道理思想，但是你是好到转世来做人，但是咧做人好过，唔过你爱有钱，后世人要走出去就无得嘛，后世人你要走去走对唔是人的身躯去去无得嘛，那伊就做不了对。啊，若走去咧，确实做不了代志，但是安尼，所以咧定义，天降。就是要修的，咱唔是要修的，所以咱来说来讲，应该讲一句：学到相无自性观，即悟自分同一个。学到人相无自性观，咱有咧看咱家己的本性无？咱有咧了解咱家己的本性？我的性无咪相无？我的性无咧讲，我的嘴讲唔对，我有贪心起有无？我去做歹代志个无，迄叫做管理内部组织。你家己知影尔，嘛啥物人知影？有阵咱做唔对，人叫咱讲要到底，咱人讲这事嘛要做，现在有这事嘛要做。但是有甲无是用钱来是无？有甲无毋是用钱来哦。有甲无熟悉就熟悉，无熟悉就无熟悉，有熟悉就无熟悉。无因为你做无，叫做因果就走。无因为你讲有因果就了，无这道理。你迄个内底就是你下出来钱，就是我因为其他人听着我甲歹势，但是我未咧讲无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其实咧无他有内底，毋是讲我讲无就无，讲无就这道理，是因果的物件。人讲造因得利，造果得果，造因哦，毋知讲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佛教上伊咧讲讲就讲这道理。所以你要想到你一贯的工作的叫做体会啊，啊，这个体会，体会会就是讲道的意思，因为你的会就是定入的，你内心世界只要心有清净，你只要心有无念，你内心世界把你遐物件搬出，相应就是分，即物自分同一类，那安尼了，分的东西不一样。有思想无？有思想，但是今日用着头，今日用着头去啦。啊，所以今日的当中嘛，非常的难得。咱伫体育班的内底当中，啊，要把咱每一个人体育班，会当去建设、练习、建设社会的这方面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今日咱邀请一个，把咱任何，啊，是有迄个。什么节目啊？讲师啊，讲师哦，讲师哦，他们两个处理哦，啊，你人话放在节目里面时间了哦，啊，你这个工作，这个那系统我帮你系统，哇，装起来是装起来哦，装起来，装起来是那帮老师嘛哈，那你跟他们上课，啊，你会去啊，现在忙联谊。咧传递有热心的班长吼，啊，今日也是拢伫，咱安排伊来遮来帮助你。但是伊即个了的时阵，即课的讲了，后壁咱依然咱娱乐导法啊，差不多来变啊，啊叫说明点来说，讲等一下换货时间啦吼，今日的娱乐导法啊，要来表演吼，要来跟各位大家同乐者。这是因为啊，这三万，咱我接到消息，啊，这跟这个各方各位特别心切一块，实力顶峰，欢迎三万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到空，温到空，再热热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。
前脚伸直跟前倒起弓，弓倒起弓，脚伸走，脚伸走，请坐下。我们不简单，各位点灯师，领任各位警醒大德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非常开心哦，非常欢喜啊，有这个学习的机会。好，跟今日呢，会使讲是暂时的天文资料，好，咱总是奉着咱是真实个领导来源的代表台湾，好，咱的领导来源，咱的各老前辈，以及咱的李秀岱先生，好，现在爱放下来就是在座的各位师傅，咱的另外一个部署，好好安的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啦吼，咱。今日呢，会当来个遮学习，当然是真欢喜啦。啊，毋过呢，嘛真恐慌，因为吼，互咱人讲道理认识个无介济啦吼。啊，只是讲凭着一份咱人讲愿意学习的心，吼，啊，拄好上天吼，拄好嘛互咱有即个机会，所以呢，好好学吼。人讲较教灵魂，啊，就来甲你带下来吼。那首先，或许要跟各位抱歉一下，因为互咱吼。支气管过敏，拉过吹点风，取那个高歌，那吹风呢？那等一下候选的那个整个支气管哈，就不舒服，会干啊，所以讲火化点那个哈，就是不行啊，所以火化在那讲哦，点那个哦，火化真歹势哦，火化今天哦就戴着口罩讲话了哈，口罩来分享，那我等一下哦，火化能够通过三步的火化能够啊。以前个病呢，啊，咱即摆煞怎啊都变成是即个情形吼，可见着就是安怎老啊，吼啊，但拢会变钱，但拢袂变钱吼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咱予咱个抱着非常欢喜，啊，抱着一种学习个心情，来遮甲各位前辈来做分享吼。那之前予我讲过，只恐怕真浅薄啦，道理嘛无侪，伊伫表面个做个嘛无介深吼。只不过是安那，有足侪个真心故事啦。咱昨咱面相主任同予我讲讲吼，你免讲足深个道理，啊，你讲出安尼个故事予大家听，安尼就足好啦。哦，我若要讲道理无啊多，啊，若要讲故事，我还是足侪故事当个目标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呢，啊，抱着即个学习的心情，来甲张华来甲咱组织一个共学吼。那予我知，予我知讲吼，咱个爱上当。哦，人讲精英有够侪，吼，像恁头前者吼，大家拢会使讲是在后学之上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囡仔吼，我讲讲伊，讲讲伊头前要人偌多，所以等下咱若讲了无好，啊，请咱注意一下，多多包涵，吼，多多包涵，啊，吼，咱还有进步的机会。那好，咱今日囡仔要来甲讲一下分享的题目，吼，这是咱用心给咱的一个题目啦，吼。叫做生活有道，幸福快乐，心外有德，幸福快乐。那首先呢，我先来请教咱主持人，请问咱主持人，咱感觉咱家己有幸福快乐无？有。然后，甲咱家己拍互我者。咱集合当面，我看吼，今天同会，我当面就讲，你感觉到有幸福快乐，大家拢点点呢？我有点啊，出奇啊呢！我甲我两边你讲吼，今天准备，咱可能爱用大用刀咯，因为咱家看不到有幸福快乐的感觉哦。啊，结果来咧，咱爱上个今天，你看，对咱自己个人形象，咱在咱看，你讲大家真正拢种幸福快乐哦。那咱大家拢有幸福快乐，那请问咱注意一下，咱感觉讲咱这个社会是幸福的人较侪，还是无幸福的人较侪？快乐的人较侪，还是无快乐的人较侪？咱的社会中，无快乐的人较侪吼，但是无快乐的人较侪。好，啊，咱感觉讲像镜头安尼甲恁看来吼，差不多大部分的年纪，恁感觉同我的年纪差无介侪。所以可见，你讲话咱年龄差不多，就是咱伫咧细汉、少年时，相信恁大家拢有啊呐，
拢有一个时阵怎啊吼，吼加减啦吼。那么咱过去为虾米来讲，咱过去的人会较吃苦，因为咱过去的生活条件是比正常好无？无嘛吼，咱这个生活条件会足好个呢，吼。啊，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会较好，会变较好。那阿拄仔互我问讲，咱以前个人较快乐，还是现在人较快乐？以前人较快乐吼。哎，阿妈安尼，吼，所以讲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这个时代人讲生活愈来愈富裕，条件愈来愈好。照你讲，是愈快乐愈幸福对啊？吼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看，含咱大家咱就知影讲吼，以前人较快乐，啊，即卖人咧，敢若像吼无快乐的人较侪，啊，到底为什么？好像说不过去呢。吼，我袂管咧，条件愈好嘛，生活愈好，应该愈快乐啦。所以呢，就有一个查囡吼，有一个查囡仔，伊就问爸爸啦吼，问爸爸讲吼，爸爸，听讲恁以前的人吼，食拢食一摆，食很香，吼，恁较早很早食很香，有有有有嘛吼，啊有个人差不多会搁较靠前的，吼，就是讲年纪搁较大些个，以前的人搁食一摆，吼，啊所以这个查囡仔就甲伊爸爸讲，伊讲哦。啊，咱较早听你拢讲，恁以前的生活偌歹，拄偌歹，哦，啊，这个生活条件偌歹，拄偌歹。照你讲开，咱即摆人的生活愈来愈好，应该是愈来愈快乐较对嘞。可是爱听恁咧讲讲哦，啊，即阵的人过生活无较快乐，哦，是啥物原因啊？好，咱这个浅浅拢把我话要讲，拢讲了，好。啊，所以讲这个爸爸呢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三个问爸爸嘛，吼，问爸爸讲哦，啊，你为什么爱这卖人，哇，生活条件愈好，愈来愈快乐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哦，啊，这个爸爸吼，真有智慧，这个爸爸吼，就跟三个，哦，马上做了一个测验啦，吼，伊就去冰箱哦，哇，一调出来，哦，按东西两个姐妹东西叠压，哦，所以爸爸呢，就把这。我饮料有这个左边，这个细汉左边，哦，刚刚的这个细汉左边，啊，佫有一个真真左边，所以呢，这个爸爸就换一罐饮料给这个细汉左边。等一下呢，佫是冰箱摕两罐饮料，才有这个大汉左边。啊，这个细汉左边一看爸爸这个动作呢，伊就马上安怎？迄若人别人问话，你一罐你会安怎？会不会？心有不平，所以讲这个仔仔伊就马上抗议哦，吼，伊就出家爸爸咧抗议讲，爸爸，啊你嘛伤偏心啊嘞，阮两个同齐伫遮，你就给我一罐，啊就给姐姐两罐，啊你毋是足偏心的吗？吼、哦，所以就安尼甲伊爸爸讲，爸爸呢马上就甲伊讲啊，伊讲哦，我这个动作就是咧回复啦吼，回复你拄只问我的问，拄只问安怎？如果哦，啊，这个人生活愈来愈好，为什么他会愈来愈无快乐？好、哦，所以爸爸就用这个方式来给他做回答。所以当下呢，左眼马上就去摸着，伊才讲哦，我哦，原来啊，是安怎咱他会无快乐？就是因为咱的人就是安怎，咱都有变到较侪嘛，好变到较好嘛。所以当看到别人比咱较好的时阵，哦，别人有诶，咱拢无诶，时阵，咱会起啥物心？咱会起着迄个比较心，对无？起着迄个比较心嘛。所以咱若有计较、有比较心，顶若有不平诶时阵，哦，怨心就来啊。哦，所以讲头拄仔讲哦，看着爸爸问咱这两关诶时阵，伊就感觉讲不平等的待遇，所以他的怨念就出来，他就马上跟爸爸做这样的反应。哦，所以讲从这个当中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咱人为虾米会无快乐，就是来自啥物？来自真侪这个攀比啦，来自真侪这个比较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要看咱这个人有做比较无？有呢，哦，你看咱人当啥物人个会安吼，吼做个趁钱个呢？哦，啊，拢反正做好钱做好呢？哦，啊，咱拢无呢？哦，你看什么人的囡仔做读册呢？哦，啊，咱的囡仔咧做航班的呢？哦，大汉拢在养比较有无？哦，啊，无比无代志，若比了到第时阵哦，
我们刚刚讲所讲的，你将不良的心的人去改了。好，啊，那一滴哪都出来，你这个不平衡其他，你看安改快乐，未快乐啦吼。所以讲呢，真正的幸福快乐就是安那，就是安那，要对人讲，人讲哦，以上不足，啊，以下不容易。好，所以讲你搞好好，你搞刚好，嘿，不一定哦。呵呵你要看你分比相呀，哦，那要看咱比相呢。那讲咱若要比了，诶，要比比前一个，就是为着要求进步的，会使比的。为着要互咱求进步，咱就咱比，咱就咱比咱较优秀，哦。但是若要比快乐的，哦，要比快乐，咱就要比啥？就要比咱比咱较优秀。哦，所以咱大陆以上有不足，以下有余。哦，如果大家人呐，都会当抱抱的这种人讲，人讲啦，讲万啊万无万少，吼、哦，万无万少，哦，有这种心理的人，你就来呐，你就来，就容易得到满足嘛，哦，安尼你就会减少去做这个烦恼，哦，所以讲比较就是好，万利必相，哦，各位浅浅，咱刚才有一个艺人啊，叫做汤汤。看看在啦吼，啊，请问看看到边头？哈哈，见仁见智，哈哈，伊嘛是做红的，哦，伊嘛做些粉丝啊吼。那何阿唔想要讲汤汤，我来讲汤汤的故事。汤汤有一间吼，去上这个电视节目，就是伊迄个去上迄个蹦恰恰甲许孝顺的节目啦。好，那伊上节目的时候，伊就把这两出戏伊讲，伊讲吼。我今日吼会当上，会当进入这个演艺圈吼，我也足感谢林金龙、林金龙老师啊。啊，冯恰恰甲许孝顺有讲到，他有咩感谢我啊？哦，你今日成功，我也无甲你提下着啦。为什么他要甲我感谢？伊就讲到讲足奇怪，所以就问他讲到，啊，你是甲我感谢嘛？伊才讲的吼，伊讲吼，因为吼，当年伊要。我进来演艺圈的时候，伊要北漂吼，因为伊是高雄人嘛吼，咱知影讲，康康是高雄人，那爱东西伊就伊一股对音乐的热爱，所以伊就决定要勇闯演艺圈。所以呢，伊就吼北漂来到台北，准备吼，吼为着圆梦来打拼安尼。那东西伊要进演艺圈的时候，伊就甲伊爸爸讲啊，如果爸爸吼，我吼。准备要来做歌星，你看敢好？结果这个神爸爸一来看一个台官啊，伊讲哦，你也是较早做的啦，吼，啊，唔想伤济啦，吼，因为你只有生长，你但讲你要去上传演艺圈，你看演艺圈内底个歌星，颜导做颜导，吼，水也做水，体格好也做好，啊，你只有条件，你要做歌星哦。伊甲讲哦，你唔通含我的面子，来下下到台北去，所以就劝他呐，哦，打消这个念头，来把这个汤汤安尼讲啦。那汤汤哦，虽然爸爸安尼甲讲，对伊这无信心呢，不过汤汤伊嘛感觉讲，这是我的梦想啊，哦，会成功未成功，另外一回事，最起码我要勇敢一回，哦，勇敢做家己，试试看才知道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就。真正吼，无顾着家人的反对，伊就北上吼，进入演艺圈。所以拄开始的时候，伊拢伫咧歌厅咧驻唱啦。吼，啊，拄好咧有一个因缘之下，吼，伊就真正有机会上电视去录影，吼，去录影，吼。啊，伊去录影第参加第一个节目，就是去参加许孝顺甲冯恰恰主持的节目。吼，啊，伊讲啊，虽然讲伊从假到的时间无长啊。哦，从点头时间无长嘞，哦，啊，不过伊就感觉讲哦，哦，就完成了，最起码我已经有机会嘛，哦，所以当伊要去农业时阵呢，伊就要紧打电话甲伊爸爸讲，侬爸爸爸爸，我哦某时某日哦，我即摆咧农业，某时某日会伫电视哦播放哦播放哦，啊，你到时候就爱甲我捧着一个即个哦，甲伊看一下伊个表情安尼啦哦，哦，啊，即摆一个过了呢。哦，有一天，因爸爸吼，伊就倒转去啦吼，转去啦，啊，倒去台北，啊，倒去就转返爸爸妈妈。哦，啊，转去的时阵吼，因爸爸就安尼甲讲的，因爸爸甲讲吼，你吼，你
你想要进入演艺圈啦、啊、吼、哦，那你就放心的去吧，哦，放心的去打拼安尼啦吼，安尼的，伊较早会反对，啊到尾仔就支持嘛吼，哎、哦，啊我有感觉足奇怪的，讲哦，为什么较早的你我做反对，啊为什么即摆来支持我勇敢勇闯演艺圈呢？所以爸爸就来讲，伊讲哦，哎，你就甲我讲，你当时诶，迄个电视诶节目哦，你录影叫我去看，啊，我真正有看。当我去看到迄两个主持人，生少做死少，生少，当我都唱到安尼啊，所以讲我对你绝对有信心。伊就安尼甲讲，伊爸爸就安尼甲即个汤汤讲，伊讲哦，这主持人拜托我都唱到安尼哦，啊，我看你也无比伊较歹啦吼，啊，你绝对伊有哪有机会。所以呢，汤汤哦，伊才讲。王家家长取消通告，伊讲这就是为虾米我咧甲你当下讲，因为有恁两个哦，他互我爸爸对我有信心，所以今日我会带你言谦一句，就是当下面子的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头头讲讲，唔是会当比较，咱会当去比较，但是唔通去比迄种物质享受的哦。咱来去比咱，要互咱家己快乐的。哦，要予咱心中会当予咱精进的，哦，咱来往安那，往好的，哦，比咱较优秀的兄弟，啊那安尼，咱就安那，就当过得真快乐，对无？哦，所以讲呢，所以讲，人讲比较，咱永远都比袂赢人嘛，哦，咱永远都比袂赢人呢。较早吼，较早人讲呐，买了一台百几万的车，咱是毋是感觉讲？迄、那个人是怎够好命？哦，迄、那个人有够安稳吼。啊，咱即摆哦，一百万的车，够有足好？无啊。所以人讲，咱永远若要甲人比，比袂赢的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与其要去比来，互咱家己艰苦，咱倒不如就啥啊？把咱的物欲，把咱的生活标准，把它降低了就好。哦，安尼咱是毋是会当，会当真好也真快乐？哦，昨暝吼，那个阮昨天伫遐聊天啊，就讲就是啦，啊，就伫咧讲讲吼，即阵的囡仔生活要求的状况啦。哦，啊，即摆阮昨天就讲吼，哦，伊一双运动鞋是读册时一双鞋啊，4000块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即个阮咧就真就甲讲，惊死人！你一双鞋啊，加到4000块，阮连1000块都穿到迄落位啊。啊，你要到4000块，即我昨天就讲吼，无咧，我4000块穿三冬咧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就多安尼讲，我讲我们哦，咱唔免去比遐啦吼。你若要过了有快乐，你就是要把咱的物欲把它降低了。啊，你若要先比，你要甲人比比迄种，迄种叫点心的比种，咱比袂赢人啊。哦，啊，家己也比袂赢人，你看咱自寻苦恼。哦，你除非要甲人比嘛吼。所以说，真正上面变成真正的幸福快乐生活。一般人是毋是拢会想讲，哦，我就是爱有钱啊，有车啊，有地位啊，哦，有权，我靠，我就要求快乐人生。一般人的认知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哦，当然啦、啊，有钱好唔好？有钱真好呢，因为有钱好，我拢解决真侪咱人生的问题啊，敢毋是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尤其伫这个社会，咱这是啥物社会，敢知影？大家拢是向前看齐的社的社会，哦，所以咱这个社会真正是安尼嘞，哦，有钱人讲话爱大声吼，哦，所以人讲吼，你若有钱，人拢叫你大人嘞；你若无钱，人会叫你大人嘞，哦，所以讲吼，咱真正是安尼嘞，凡事就是向前看齐。有钱的人他讲话爱大声，他有权利啦；啊，你若无钱的人，你就比较尊重啦，干起来嘞。所以我们说哦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，所以咱进步这多人哦，为着要达到目的，为着要哦，要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东西哦。人讲上面靠人家吃哦，啊吃好了外面呢哦，上惊是啥嘛？上惊是哦，用了不正当、不择手段、有一种非法的手段哦，犯法啊，哦，还是说政府要有东西的东西，哦，安尼就唔好哦。所以讲。无钱无权，必然是真好。但是有权有钱，就一定决定，一定是绝对的幸福快乐吗？
没有哦，不一定啦，我刚讲了哦，不一定啦哦。我叫我阿爹年轻的看了几年老板哦，就董事长接受访问嘛。啊，这主持人就把这当处长讲，伊讲哦，当处长当处长，你吼安尼，迄落这个事业安尼做到这样大，当场一间一间入去，员工是安尼哦，100、100、1000的迄落吼，员工出来安尼迄落吼。这样你讲起来，你真是已经达到你人生的巅峰了哈！爱讲武功，啊，你刚刚有三级是要现在突破的，好，又是那个在更上一层楼了啦哈！啊，这当主要的把主持人他们讲，伊讲哦，我少年的时阵吼，就是有一个梦想，希望讲吼，我上班上班的时阵吼，会当不要为了钱财。来烦恼，所以讲哦，伊向往的时候，伊就做眼睛看嘛，哦，眼睛看嘛是要看一下，哦，啊，希望有属于家己一个时间，哦，所以咧，伊就真拍拼，哦，把生命、把时间都投入伫个事业里底，哦，经过20多天啊，哦，他现在事业有成了嘛，哦，啊，叫你讲开，伊就是当然啦，不嫌弃的呀。好，但是伊甲主持人讲，伊讲我现在反而没办法退休。为什么没办法退休？当你工厂愈来愈大，事业愈来愈大，就年纪大，责任就会越来越重。责任就越来越重啊！伊讲我今日若想要摸一下，伊就烦恼讲哦，啊，迄个公司遇到啥物状况无？啊，想要把缩小开，压力比较那么大，伊阁烦恼讲哦，安尼员工要安怎？但员工拢是为着这份工作机会，大家好帮人家。所以呢，伊讲哦，如果有机会让他来选择，他可能不会走这一条路。哦，当他一直关心那个梦想哦，反而退不下来。所以他一生当中都为了选掉，为了在那个员工哦。在里面操心劳心啦吼，所以讲，咱有钱有权，未必一定可以绝对的幸福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真正的幸福不一定是家哦，有时候啦，反而那都钱哦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钱呐，哦，钱的变变的变啦吼，所以讲幸福搁较侪在啥？就是无啥呢，无烦无恼，无忧无愁，无苦无啥，这才是真正幸福。哦，啊，有诶，当然是足好啦，但是它不是绝对的。所以咱拢听人讲讲，有钱买会着快乐未？有钱买会着幸福未？有钱买会着自由家己，甲迄个自轻松自在未？都不一定哦。所以说什么叫做？真正的幸福快乐生活，或许你家有啦，有好爱这样跟他牵引，啊，来正常课的哈，好，以后学的认知来对，后学对于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它的定义，啊，取决这四个生活条件，啊，第一个是无烦无忧，啊，第二就是无悲无恨，第三是无怨无债，啊，再来就是。好，拥有这些好这些东西，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快乐。啊，所以说后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那什么叫做无烦无忧？哦，上面叫做无烦无乐呢？哦，无烦无乐，哦，能够真正的快活人生。各位觉得真正的快活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？就是咱现在在行动的。要有没有压力的人生，才是快乐的人生。哦，我不知道各位的觉得了哈，那你好爱认知来在，真的没有压力的人生，没有压力的生活，才是快乐的人生。好，我哈哦，过去从事过10年的业务，我做过10年的业务啦。哦，还有今天帮我哈，我讲讲，我哈做过10年的业务。那你这10年的业务生涯里面，讲阿个，这10年的生活里面是互阿过了上精彩，但是也是上辛苦的时阵。
有啥物讲呢？因咱拢知影讲，咱人做过业务人，咱拢知影讲，吼，做业务就是凭着业绩来去咧生存嘛，是毋是？吼，啊，所以你若有业绩好，你靠有奖金嘛，你靠我用心我就去啊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伊就要爱有搁较侪业绩。哦，做业务的人是啊，讲来拢足辛苦，哦，是毋足辛苦？哦，咱遮有足侪拢做业务的，咱就讲讲吼，做业务人是拢足辛苦。哦，那因为呢，咱做业务的人辛苦的所在就伫咧倒呢，就伫咧讲吼，每个月都要业绩堆，每个月都要从头开始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有这个压力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呢。咱啊，一寡公司吼，为着要刺激这业务人员吼，会当有迄个战斗力，甚至每个月几乎都会安排，都会安排有足侪，哦，释放很多的利多啦，哦，啊，释放很多的这个优惠啦、奖金啊，甚至办足侪迄种迄个活动，哦，比如讲，有当互咱去出国佚佗，有无？哦，当咱出国佚佗，啊，甚至会当互你拿到高奖金，哦，啊，甚至哦，佮拢常常去办哦，拢办啥物办迄种啥物高峰会，哦，即咱人有咱采访，采访有没有？业务公司就是安尼嘛吼，就是拢会办遮个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有啥物讲吼，即十档个业务生也是互我做了上精彩，也是互上成功个，因为互我。央视过啥呢？央视过迄种，人讲世界各国去旅游、佚佗的这个机会啦，哦，所以呢，较早咧上班的时候，逐天哦，公司都会办这个出国嘛，吼，啊，所以真好，咱去参加活动，哦，啊嘛，因为来做这个业务嘛，较有这个机会啦，哦，那除了央视的世界各国的这个旅游之外呢，哦，啊嘛，央视过啥呢？央视过迄种。然后荣耀加身的那个哦，各位知道走红地毯嘛？对，星光大道，咱来看咱的母子单什么，金马奖啊，金钟奖，很多的艺人不是都走那个星光大道吗？哦，啊，走星光大道是不是那个，这是一种荣耀的代表？哦，那后续也享受过这一种，然后哦。那个万人瞩目，哦，安尼掌声响起的这种，哦，这种虚荣的一种感觉的，哦，咱讲怎样吼，也不了千人面头前吼，起码安尼水当当吼，安尼种星光大道，好当当，安尼甲你，哦，安尼甲你看，甲你拍鼓啊，哎，迄种虚荣感啦，哦，迄种恁真正是种虚荣感。哦，所以说当我们享受这样的光环之后，哦，当下你也感觉啦，哦，够欢喜啦，啊，但是当激情过后，回到现实的时候，要不要回到现实呢？要啊，所以要从头开始。所以每一年就是比较循环的对啦，啊，所以哦，长期之中压力之下。哦，你就阿兵吉哈哦，哎，那个驾食之无味呢，哦，阿困呢，困呢，那困到弄个阿兵呢，哦，好阿师兄哦，半夜咧困哦，拢梦到吼，梦到互阮老公在甲先出过呢，哦，今天呢拢无回话，啊，有啥物拢唔讲，嘿嘿，太半夜啦，啊，老爸叫清醒哦，拢甲阿问讲，你是咧创啥呢？困好啊困，啊，拢甲吵醒嘞，哦。安尼呢？啊，我讲啊，我拄见了朋友，我叫洪勇阿舅了。那就是在长期压力之下，所以变化很困难，困难很。哦，所以天天都看嘛，困到吼安尼，拢紧张啦，惊到神神了了。哦，所以呢，十年到的时候，因为当初候选要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做生意嘛，哈。啊，所以当初要去做生意的时候，候选就给自己定下一个时间表，候选有生涯规划，哦，所以说我看那个时候就讲，我说候选要出去要闯十年嘛，哦，找单位的，哦，那刚好这个因缘之下，我看多巧了，候选车祸嘛，那车祸完之后呢，候选就开始在思考，哎，还剩什么呢？十
上天的安排。不好就等到伊互我车路，互我车路去进入到不一样的人生环境。所以迄个时候，我当初这样子长期下去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就不停帮他回归平淡的生活。所以呢，我开始转型，开始去学习转型，所以我开始有这些，开始有这物件，所以有这心意，到今嘛找到当了，那当或许回归来之后，回归之后，没有了那些压力之后，尤其回来之后，咱真正投入道场，在道场内底听到真多当初的咱的所有的一件信仰。那那常说人生活着的目的绝对不是只为了赚钱，只为了享受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责任啊。那或许当初承诺的这样的时间到了，所以当回归回来之后，我阿爸讲，原来我阿弟的情况是这样啊，阴山阻灾，因为如法无忧，为了得足阴山阻灾。所以呢，回来之后，或许我爸爸讲吼，当然不是讲人好啦吼，我阿都有讲哦，伫这十天的内底，嘛是互我修养上的时间，因为伫外口，我们在外面，我阿到处转，到处看，咱阿知影讲吼，在不同的角度下，有不同的风景，也有不同的人情世故，阿嘛会当互咱有新的这个修养啊。所以讲呢，咱这里法师讲讲，生命叫做幸福，真正幸福就是安那，白天有说有笑，晚上呢能够睡个好觉。那前提之下，就是咱不加讲，爱无无阿弥，要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才有办法这么的轻松自在，才有办法，给他讲一觉到天亮。当然有安尼不是唔好啦，有安尼咱才会当进步嘛，有安尼咱才会成长嘛，所以讲压力，只要我们能够，能够先用咱的定义去来形容，有当时啊，嘛是咱安怎，咱成长的一个踏板，像咱何法宝，他做啦，把咱的叫老师，把咱的那个，不同的夫人讲，张的话都会吐出来的。以前在学习之前，好像只会把台拉晒了。咱即摆慢慢有进步，因为有压力，压力就是要互咱心跳一个因素，所以经过这几年的学习，即摆要来讲课之前，第一要感到我的鼓励啊，按个讲的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有压力，有历练的结果啦，所以讲呢，真正幸福会对上来，就是爱会当过了无烦无忧，这个有钱的对无？咱是伫有地有的话，所以说，真正的幸福，第一个就是能够过着无烦无忧的生活，那再来就是无亏无欠啦，无亏无欠。那什么叫做无亏无欠呢？无亏无欠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出去，出去了后，咱会当离外口啦吼，出到外口，咱会当抬头挺胸，会当大大方方，唔免为着迄个相亲的利益咧，安尼利益块了来过生活，这是与人无亏，咱入门咧，唔免为着生活食穿来烦恼，安尼与己。无缺，这叫做无亏无欠的生活。那简单讲就是讲呢，人讲生活咱就一定要过到做富裕，里面呢，只要咱食穿也好用的，这个是一种情况，各位说是不是？好，我讲够有偌济人啊，来请咱各位姐妹看一下伙伴，你看伙伴到心情就好个啦，是吗？刚起来够。
所以迄个时阵吼，咱讲吼，哦，迄个性命、性命、精神啊、精神啊，反正家己拢有用着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有一个性命先的吼，其实不是性命先，应该说他是那个紫微斗数的那个老师啦。咱常常讲，咱有一圣紫微斗数的来讲，那是很清楚的。啊，我刚好一个老师的他跟我讲啊，伊讲吼，某人啊，你吼即世人哦。无可能赚到多钱，无可能赚赚到多钱。像如果呐，各位咱听到所谓的大师对于他那个宣判，像你心情会好无？伊讲我一世人无可能赚到多钱的，哦，所以当下我就听到讲，你是安尼哦，哦，当然有一点点失望啦，吼，讲我个是听乍听一听之下有一点点失望。但是后壁伊一句话，我互我头一关起。伊讲安怎呢？伊讲吼，你即世人吼，无可能变成足有钱的人。唔过安怎，哦，对你的面相吼，拢对你的面相吼，你是一个买食唔免烦恼无人食，买穿唔免烦恼无人穿的，哦，就是讲不愁吃穿，一辈子不愁吃穿穿来，哦，会当过这种生活。差不多，咱也听着，咱的人生会当过安尼欢喜无？哦，当然欢喜啊！啊，我们人生求的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哦，会当过没烦恼钱，没烦恼钱，会真正有准嘞！好啊好，好啊好，我来歌了歌了，我来歌了知影哦，我来歌了哦，恁四个嘛，恁四人哦，唔知唱偌好个了，偌好个乌金鸟，还当嫁给咱公家了，所以四人哦，唔免烦恼钱钱，会真正是安尼。哦，所以我就讲，有够高分的啦！我有够高分，我的同喜欢天津的同学，哦，是我好爱真正那个，真正是真正一定是安尼，不愁吃穿，哦。所以讲，咱一生当中来当真正，互咱讲哦，哦，迄个出去外口，唔免烦恼，烦恼着迄个，烦恼讲有人会来甲咱找麻烦，来甲咱讨钱，哦，当然到厝咱会当。过着这种唔免烦恼吃穿的生活，啊，这不是就是足大的福报了吗？哦，所以讲，人讲有钱又能怎么样？有钱多的只是我们，咱的那个亚金块内底多几个数字而已嘛。像我们一等到，咱一般到我们讲会等，无啦，我一上第三等都变成消炎了嘛。哦，像你困到我拢困着了就。哦，嘛是他想要变少尔，哦，所以多说那些数字又能怎么样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呢，干不清。哦，所以呢，或许我自认为说，真的，或许是个非常有道理。伊伫咱咱地方来修道了后，哦，来学道了后，咱也知讲吼，真正可以当真正像咱安尼讲吼，人去食钱都袂烦恼的。这不是逐个人拢有法度的。哦，那讲即个社会啊，吼，有钱人足侪对无？有钱人足侪，但是欠钱人嘛足侪呢，无钱人足侪呢，哦，逐天咧装三点半人嘛足侪呢，哦，啊，为啥物较安尼？哦，那讲会欠钱，当然两个原因啦，吼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伊命中无钱好过，所以一世人也是安怎，就是会当安尼吼，那讲有迄落，哦。有钱嘛，的随心所欲嘛。但是另外，我觉得是自己作践自己的。你有看有足侪人足臭钱、足抢钱的无？哦，好好生活唔过，啊，就去迁徙啦，去投资啦，啊，去创啊，有无？哦，结果互家己欠下一屁股债，哦，啊，才为着这个欠债来咧走路。哦，有这款人无？有啊。他是好好在做生意吼，边啊吼，我较早咧卖菜，边啊有一搭咧卖肉类吼，卖肉类吼，诶，迄个生意啦，吼，啊，伊咧人一家伙啊吼，阿妈某吼，大家做做斗阵咧，所以阮只要相处了有够好嘛，吼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咧，哎呦，我去做生意，他会看这间店，不然根本无开店，吼，一个门开了，咱知影讲吼，半暝搬走去，啊，为啥物才半暝搬走咧？就是伊先生，哦，嘛毋知是安怎，啊借出侪钱咧，无钱通还，啊只有是安怎，只有是半年吼，甲咱搬走去。
就消失在我们眼前。所以我爱讲到讲哦，到归宿哦。所以我爱讲哦，咱真正是无人生哦，难干像我讲讲讲，啊，都过了无有无有负债啊，啊，要吃有要穿有哦，感动一定爱去用一阵。哦，所以这是一种心境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这嘛是爱有地位啊，才知道人都有舍才有得。你愿意舍下你的那个物欲之心、比较之心，那你得到的就是轻松自在的人生。好，所以说，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，哦，第一就是无悔无戒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无病无灾。好，真正幸福，咱拢讲啦，咱一世人咧，当平安顺利过生活，是不是就是足幸福？好，所以讲人讲。你只无事，你就是新鲜的；无啥物事，无有烦恼的事，无有伤心的事，无有家境寂寞的事，哦，啊，你就是新鲜。啊，啥物叫做新鲜？新鲜就是讲有困扰，哦，无有烦恼，啊，大家拢有讲，未有这个杂事来烦恼，啊，大家的心都会当清明，哦，安尼叫做新鲜，哦，啊，咱对我都会相信啊。这有重要的，哦，啊嘛不是咱有当去注意的，咱该当做主，心都未定，咱该当做主，哦，所以你发觉讲吼，有真侪人哦，吼有真侪人，哎，一生拢做平顺，唔过嘛有人啊嘛，一生拢做平顺的。我那有一个德亲哦，是户口办的较紧啊，是户口办的较紧，会使讲吼，那讲一生当中吼，就是波折不断的对吧？波折不断。我俩，我俩吃啊好，穿长裤，我俩食着穿长裤，我俩面囝的事要安怎，我俩对家安怎，一世人不管是伫咧听伊咧有代志，哦，啊伊讲伊嘛不无奈的，哦，啊你来看，哦，所以嘛讲无奇怪，我等人把咱做代志，啊，计卖有代志拢是我，哦，啊所以这有当时啊不是咱当做做主，哦，啊你讲辛苦面啊，咱该当做主，咱咪当做主啊，哦，咱当做啊。我们的那个基督先生在讲，啊，那个在讲讲普通话难沟啊，很多人都认识我阿叔啊，哦，阿姨们最近难讲，你愈大当年轻变变愈多了，哦，阿就变成愈侪，所以大家互我来去的时候，只有头大家拢听见伊大家抱怨，不是抱怨啊，就是咧哀哀呀，哀哀呀，哀哀呀，哦，啊，有一摆互我来讲啊，我来讲啊，伊跟起。他很希望有人可以听他哦，树下回来。啊，我无要听你，我要听听啊。哦，我若甲讲话，我当你家己会记啦吼。所以吼，伊一天你甲我讲哦，讲哦，我吼，我这世人有学到到功夫，一进有到功夫安尼啦。我甲讲哦，阿哥，我敢那做我嘛，真厉害，我有一天好难做。我看你，敢那做嘛，有一天好难做。我讲啊，袂当来你生气啊！我讲分一丝仔来，分一丝仔来听，来甲你配你去，无法度。所以讲，咱要爱平安顺时，咱个我当做主，咱个我当做主呢。哦，那为什么咱爱有这样子啊？哦，为什么咱别人无有这样子啊？啊，咱确实拢有咱的需求，咱有这样子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咱弘一法师讲啊，伊讲一切的伤害。都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劫，哦，一切伤害都是咱生命中的一个劫，哦，这个劫就是啥呢？就是讲你这世人注定爱去接受的苦难，叫做劫，哦，啊，咱大家有无？有吗？咱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课啊，哦，大家然后嘛，哦，即是讲每个人的功课不太一样，维系家庭的问题。啊，我是身体的问题，我是事业的问题，啊，我是主妇的问题，大家人嘛拢有呢，哦，啊，这拢是属于，这拢是属于事呢，咱阿婆你讲讲，这拢是互咱艰苦的事呢，所以这叫做业，哦，那么咱今仔日，哦，大家人多多少少，有人较侪，有人较少，哦，但是拢会点点拢有去平衡，哦，那像。当咱去处理咱所有的这所有的这个苦难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
接受它。哦，为什么要去接受它？因为先来讲哦，哦，先来讲出来，你看，假使千百劫哦，他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完哦，他那个因缘会无期啊哈，都得还主心哦。这意思是讲，今仔日咱所造成的一切这些苦难，不是先天加诸苦难。是啥呢？是咱过去生所造的因，今仔日因缘现前，所以呢，那个该了的跑不掉。哦，那既然跑不掉，我们只能的想法，勇敢的面对它。好，第一，今仔日咱进入的重要时刻，其实恐怕台湾总统，赶快拢去面对这些苦难。不过咱今仔日进入不等，虽然等不到。有解决的方法啦，哦，啊，为什么咱讲有解决的方法？这不是佛法讲的哦，这是咱老师讲的哦。要安怎来消灾化解？哦，咱老师甲你讲，讲咱若会当听听咱的问题，就会当互咱消灾化解。哦，但是这个解除能会当消灾化解，不是叫恁大家拢坐坐坐坐呢？不是大家拢坐坐坐坐呢？不是哦，哦，来佛堂会当消灾化解，诶，一个意思就是讲，多来佛堂行功了愿，哦，因为所有的苦难，只有咱的愿力，靠我们。